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贝。本次挑战的最后一天，昨天晚上刷新出了超大任务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秘密特工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次系统给的是莓果卡锁，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它的强大，确实好玩，但太贵了，有木有？动不动就超稀有。我觉得传说卡分解应该改到2000，1000的有点太少了。这样可以更快度过前期的集卡，拿下胜利。100活动券还差一点点。如果每天都玩的话，弄3张应该是非常轻松的。前提是有10倍的英雄。大家可以猜猜下次的活动卡是什么？来了，本期对手是，哇，无敌战神16，很强啊！柱子哥，快走！这样还行。超能卡是阵地猛击，百万僵尸试试水，直接飓风弹走了，这肯定有说法的。我们继续上，应该是卡手了吧？宇宙运动明星补充一下卡牌，花样游泳运动员，双人菇，然后应该是健身菇了。哎，又一个，还有。3个双人锅，哇，给我一个灭绝世界全部干掉。没抽到咱们就必须稳一点啦，补了一个小喷菇。哇，复制松果，哈哈，这该怎么办？先保住百万僵尸直接过吧，他干不掉我。触断了，应有治疗，回血。不过没希望破纪录了，我们的记录是第4回合被人直接干掉。欢迎游泳运动员复制百万僵尸的等级，然后僵尸教练少吃一点伤害，守住咱就赢了。我去，粪色之物，神臭啊！要什么有什么，我的天，这你们还有必要反抗吗？我的耀斑花理想中就是这样玩的，先干掉流星果，我们还能活下来。鱼儿角斗士出来，完了，记了，还真的好顺呀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超时空逃脱，给花样游泳再补一个环境。可惜没触盾，输了输了，这个确实一点办法没有。继续，我就不信能一直倒霉，嘿嘿，我就喜欢打豌豆荚。直接投降了，给我一点表现机会呀，玩一下绿影侠吧。植物匹配就是快，开局还行，血腥菜不要，蘑菇也不要，差不多了。超能卡是飓风，第一回合非常和平，人鱼小鬼不环境，脑子不能浪费了，下回合替换的话他脑子不够用，我们就可以上豌豆教父。狗仔对僵尸，这个我以前叫错了，他是雪豆射手，飓风吹走一个应该只能用一个技能，饥肠辘辘额外攻击一次，换掉了。人鱼小鬼还有一个墓碑，对了，只有僵尸出来他的脑子才会解，会不会觉得有90%的可能他没留脑子所以能换蛇草。这次我们非常赚，乐队指挥，这个蛇草只是迷惑他的，让豆荚教父活下去才是重点。雪豆射手，如果他没有决定性卡牌，那我们就赢了。臭气熏天还行，只要豆荚教父没死就好，千万别是大招，哈哈哈，心灵感应，那没事了。一个墓碑，2个墓碑，最少花了4点脑子。豆荚教父火炬树桩还有草木变异，臭臭僵尸，2个臭臭僵尸，那游戏结束了呀，都想了，回到20级，奖励200钻石。
放心，我一颗都不会丢，全部打水漂了，啥也没开出来。但是我决定了，我的下一个卡组是吸血僵尸，不知道你们叫什么，暂时先称呼为吸血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哦。